现在是清晨5点，家乡的溪流里面调查。屌丝的，都是这种。马口大马口分钟大麻烦
哦，马口。哇，去纸杯炫耀文，马口有一些嗝屁的带回去了，好不错。马口鱼。我抓鱼的话，我会用盾钩。鱼钩根本就不利了，这样子的话它会脱钩，如果被我钓起来就是随缘啦。石冰啊，哎，不对，苦花呢？还苦花，一勺啊，放走。哇塞，漂亮。石冰，挖到石冰洞，又是苦花，苦花。Sorry 啦，登山大马口，漂亮的飞机。Hello， 我是伍佰啊，今天在这个南投溪钓。好啦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